28 House 特約每日樓市，係由28 House 揾樓 App 贊助播出。长实同埋港铁合作发展嘅黄竹坑站 Blue Coast 二，市场正喺度密切注视点样开价，今日已经系上材咗楼书。项目设有两栋嘅住宅大厦，系第三同埋第五座，合共提供558伙，户型包括两房至到去四房户嘅间隔，实用面积介乎443至到1200几尺，预计嘅关键日期系2026年嘅二月，流花期大约系17个月。揀一啲開積比較特別啲嘅單位，喺第三座嘅 A 同埋 B 室，實用面積超過1200尺，係以四房開積，配有三個嘅洗手間，而且全部都係浴缸，適合中意沖涼嘅家庭。至於開積較為不規則嘅單位，就要數到第五座嘅 D 室，實用面積大約係770尺，屬於三房嘅開積。為咗避開同對面嘅第三座太近，單位向外扭多咗十幾度，廚房同埋客廁都係要妥協，變成咗梯形嘅形狀。不過三間嘅睡房都算係市正。由恆地等合作發展嘅啟德天龍開放咗現樓示範單位，帶大家參觀一個三房單位，係原裝嘅交樓標準，最大嘅賣點會係一望無際嘅海景，即刻入目睇睇。今次參觀的是三座20樓 A 室，實用面積超過1100尺，是三房連套房的開積。入屋會見到一個長形的客飯廳，面積接近200尺，由一道客房的房門區分了客廳和飯廳，兩個廳區的面積均等。飯廳一邊可以容納大餐台，而且牆身平直，容易擺放傢俬。廳區外連一個弧形的露台，冇浪費到前面冇遮擋嘅海景。廳區主要望向紅磡同埋尖沙咀一帶，再遠一啲可以望到灣仔嘅景色。再由最右邊開始望，會先係見到土瓜灣，頭先睇到嘅維港海景，最左邊就係港島嘅北角。由景觀說話講出咗跑道區嘅優點。先睇下主人房嘅設計。同客廳同樣可以望到維港海景。主人房的面積大約是180尺，扣除套廁和走廊等等都有大約100尺，足以做到三邊落床。近套廁的一邊更加已經做了衣帽間，而且同放在外面的洗手盆融為一體，整理儀容和換衣都可以一條龍。套廁採取淋浴間連浴缸嘅設計，想沖個快涼或者係慢慢浸浴都可以有選擇。同主人房相鄰嘅客房開積亦都算係方正，不過有個位就窄地。講到嘅係景觀，只係透過一條嘅空隙望向泳池同埋樓景。再睇廳區旁邊嘅客房，面積大約80尺，係長形嘅開積，傢俬嘅擺位亦都係方便。不過在放置衣櫃的時候要留意上面的陣位。廚房是長形設計，旁邊有到頂的透明廚櫃，收納量都不錯。右邊是主食區，所有的爐具都放在這邊，洗滌區就在對面，亦都可以分工作為備餐區的一部分。值得留意的是單位附設一個私人電梯大堂，可以提高屋主的私隱度。不過整個大堂連同外玄關面積大約是65尺，已經等同一個客房的面積。幾年前買入的半新盤仍然是蝕讓的重災區，天水圍 Westland Seasons Park 二期別墅二座低層三房單位，實用面積677尺，是以670萬易手，尺價是9800幾元。原業主在2020年以865萬一手買入，持貨四年，帳面是大約195萬，單位貶值23%。如果是藍籌屋苑的大單位，出貨亦都是不容易。
太古城頂層一個連天台單位，實用面積1277呎嘅三房户，早喺2020年已經係以4450萬去放盤，呢個價錢今日睇嚟都係幾離地。之後近乎係要腰斬，最終係以2580萬沽出，尺價係20200多蚊。原業主八年前係以2800萬買入，轉手帳面係蝕220萬，期內貶值接近8%。服务香港45年，铁路联系社区，致力提升乘客体验，推动城市前行，将专业输向全球。在新的铁路建设期，一起迈步向前。港铁呈现同行45载，与你相伴联系。10月7日起，逢星期一晚7:50开 TV 77、78台。从国家历史、文化艺术、经济发展，以至国家安全法，家国天下同你诉说国家同香港故事。星期日晚10:30，78开资讯台。今日咧就拣咗啲材料非常之有营养嘅，慢煮嘅三文鱼柳。哇！点样可以令个三文鱼煮完之后咧，啲肉比较有弹力，好盛行嘅一种叫做呢个做法真系要多多推广。